本周六在《我就是演员》的舞台上迎来了第一组导师战队赛的竞技，王小晨和韩雪分别代表无名剧社和怎么都对两个战队出战。在本次演绎的剧本《青衣》中，韩雪是小燕秋和王小晨是春来，挑战国粹京剧，两个绝美青衣演员的师徒之争哀婉凄美。国粹少女王小晨饱满的京剧唱将获得了导师和观众的一致好评，他把徒弟春来想要演 A 角的试探和野心诠释的恰到好处，一句戏比天大更是引人深思。九岁学习京剧的王小晨有着扎实的京剧功底，15岁获得中国戏剧学院保送资格，转而放弃保送，选择考入上海戏剧学院，他的京剧功底可见深厚。不少网友看完节目纷纷留言，王小晨好棒啊，觉得他和韩雪不分伯仲。我认为王小晨是第一个能和韩雪对抗的演员，两人表现的都很棒，一上场就能抓住观众的心，我想这就是好的演员，不仅演得好，互相飙戏也互相成全，简直要爱死王小晨了。国粹少女开口超惊艳啊，哇啊啊。